一條咁嘅公告164，裏面呢我數過呢，連埋標點符號連埋嗰啲數字都係得56個 spacing 嘅格仔嘅啫。咁就用咗我哋20多位議員每人10多分鐘啦，就講咁耐。市民聽到以為佢啊真係好關心大律師律師喎，好關心香港法律制度，好關心我哋專業資格，好關心我哋點樣轉嗰陣時呢要更加穩陣，控制返所有律師唔好有啲乜嘢出錯。大佬啊，你哋講啲乜嘢啊，日期咋，幾時開始實施日期，關市民咩事幹啊？你哋如果乾脆好似鄺俊宇議員咁，我係講廢話，我都唔想㗎咁，都仲可以笑一下呢條傻仔都幾得意啊，講得咁。但係剛才陳佩醫生就令我太失望啦。如果你係醫生嘅領袖，咁樣對議會嘅事，代表醫生嘅話咧，對唔住啦，醫生們，你哋考慮一下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啦。我真係好佩服我哋啲同事，可以將一粒米去微挑啊！我哋講得都係一個日期啫，實施日期啫，就拗咗咁耐，講咁耐啊！講咁多廢話，正正就由於因為我哋而家個策略好多同事係咁樣做法呢，令到我哋冇曬監察政府嘅時間同埋能力。因為你哋將你嘅拉布呢已經將所有有意義嘅辯論所謂 flood out 曬，推走曬，冇得做啦。所以一粒米喺度微挑咁耐呀，有咩監察政府嘅時間可能呀？而政府係其實好開心㗎喎，因為你嘥曬啲時間喺度互相殘殺，為咗拉布互相攻防，為咗修改議事規則互相去打仗，根本我哋冇心，你都冇能力冇機會真正做我哋議員嘅嘢，所以你哋唔好呃市民話你哋要㗎，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冇咗機會冇咗時間冇咗能力去監察政府，如果用你哋而家嘅方法監察政府，嘥氣啦，收檔啦。